那天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摊位。老板你好，我要一份这个冰粉，要一份。要什么口味的？我要这个香提，香柠青提冰粉吧。对。大的还是小的？大的来一份吧。这个小的，这个是大的。大的来一份吧。大的。对。香柠青提大的。他是听不见吗？他听不见是吗？他完全听不见。您是耳朵上也戴了助听器吗？对，戴着助听器。我这后天性，所以就戴着助听器了。不戴的话就听不到了。你们是来杭州创业吗？对。那你们年纪好像很小哦。我们是98年的，他是99年的。99跟我同年，我也99年的。那你也很漂亮呀。谢谢。现在每天生意怎么样啊？现在每天生意怎么样？是的，不行啊，之前的好一点，今天快要入秋了嘛。感觉你们小摊好干净啊。很干净，感觉整个感觉。谢谢。你们是大学就开始学做这种糕点了吗？不，我去大学就学的是中式面条、甜品啊、面包之类的，中式、烘焙都有。他也是吗？我俩是同班同学。这样的。大学同班同学。那边上这个提拉米苏也是你们家的吗？边上这个提拉米苏也是你们家的吗？对。那我提拉米苏也要吧。哇。这个是经典原味，这个是海莲奥利奥、草莓、芒果。那我要一个奥利奥，要一个草莓，各来一块。这个也都是你们自己做起来的吗？对，好精致啊，看着。而且这个是低糖的，也不会很腻。好。一般其他的家店都放那个什么糖啊，都不是不加糖的。那你们每天是不是做这个就休息的时间会很少啊？起码要说一个上午的时间，一个上午的平板半夜开锅，这个早上6点就开锅，做了之后还要冻起来之后下午还要装起来，所以步骤稍微麻烦了一点。那其实很辛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再来啊。好，拜拜。